嗨，大家，今天是我们的大阪最后一天。现在我已经化完妆，准备要出门 check out。文达现在还在化妆。那今天的行程呢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要去吃大阪烧还有章鱼烧，耶！来到大阪怎么可以不吃大阪烧跟章鱼烧呢？可是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还没有查要去吃哪一家店。まだわどどんぼりで、ちょっとおいしそうだなと思ってる店があったら、評価調べてみて、高かったら入るのはどうですか？那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一定要吃到好吃的大阪烧跟章鱼烧。那我们就走吧。那我们这次住的饭店还不错，两个人两个晚上只要20,000日元，整个大客满，而且全部都是观光客，然后位置又蛮方便的，到环球影城好像只要15分钟，到一些观光景点都很近。这次的饭店也很推荐，这次的饭店是这一间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要来的话，实际上价钱怎么样，大家还是要参考一下订房网站。我觉得他们饭店不差，住起来蛮舒服的，只是枕头有一点点硬。然后这些饭店有提供早餐，就是一些简单的面包，但是我跟文章都没有吃，所以不知道早餐的味道如何。如果大家有来的话呢，可以去吃，看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。那我们就走吧。我们两个现在在南波车站的置物柜放东西，因为要带着行李走来走去真的是太麻烦了。在置物柜旁边有自动贩卖机，可是它这个自动贩卖机非常特别，是它是卖一些小食玩，超可爱的，有各式各样的，而且还有日本非常非常知名的搞笑艺人。我个人最喜欢这个桃太郎系列，好可爱。我们两个为了怕找不到置物柜，把置物柜附近的出口的地标全部排一排，这样子回来才不会找不到。我们来到道顿崛了，然后这里呢还是有 Nino。これ一応写真変わってるの分かる？なんか前と変わってたよな。そう。然后二宫和也下面还有非常大的福山雅治，伽利略。福山的。福山雅治。福山雅治。对，好棒啊！富江贵国的写真到的。どれ？撮ってあげる。久々の道頓堀だ。ね、久々だね。我们之前差不多2、3年前来的。その時もね、お好み焼きとたこ焼きをいっぱい食べたね。食べたね。そこでいっぱい写真撮った。そう、楽しかったよ。ね、我们现在决定要来吃クレオール。大家看他们这家店，在道顿崛大阪烧，外国人决战第一名。外国人が決戦って、まさにルーちゃんや。そう。楽しみ。この待ち時間のいい匂いでもうお腹に空いてきた。ねえ、我肚子也好饿哦。好饿哦。好饿。我们现在已经坐到位置上了。ねえ、楽しみ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菜单。首先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山药章鱼烧。除了原味章鱼烧之外呢，还有大阪非常非常有名的串炸。他们说章鱼烧的时候开始做，差不多15分钟可以上桌。然后这里还有特色章鱼烧，例如半熟蛋加满葱的章鱼烧，还有梅子紫苏，还有松露盐，然后还有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章鱼烧口味的3种拼盘，那有分和风跟洋风。然后是大阪烧，大阪烧有猪肉大阪烧，还有综合大阪烧。那除了刚才两个不同口味大阪烧之外呢，还有很多其他口味，然后也可以自己另外选要加什么来另外加钱。还有很多种其他不同类型的大阪烧，疯掉！还有炒面，一来大阪一定要吃炒面啊！我点的饮料来了，我点的是可尔必斯，好可爱哦！他们的饮料杯上面还有这家店的图案。那他们一人份的餐具呢？这里除了有筷子，还有小盘子之外，还有可以用来铲大阪烧的小铁铲，好可爱哦！我们的章鱼烧来了。すごいネギいっぱいだよ。ねえ、ネギ美味しそう。しかもちゃんとマヨネーズ抜いてくれた。大家看他们章鱼烧上面都有插他们店的这个 logo 的旗帜，好 Q 哦！ふっちゃんこれめっちゃ可愛いよね。ふっちゃんに似てるね。はい、笑顔。那我来拿一颗。哇，当然大阪特色就是他们章鱼烧呢都非常的软 Q。ほいしょ、美味しそう。やっぱ大阪のはふわとろだね。味もしっかりついてて。大家看到这个葱全部都是。果然想要大阪，就是要吃章鱼烧跟大阪烧。看这个葱，哇！大家来的话一定要点加葱，加满满的葱的话是多加90日元。どう？好吃。そこはちょっとガリッとしてる。うん。ネギの味が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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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なんかね、ネギがいいアクセントになってるのよ。そう。最後ね、後味ちょっと出汁の味がするんだよね。美味しい。うん。わたばの醤油烧就更好吃。
我们的大阪烧呢也是没有加美乃滋的。我们文当帮我切大阪烧，哇，真不愧是专业的。さすが広島出身。まだ違うけどね。广岛人都很坚持大阪烧跟广岛烧是不一样的。だって4等分でいいか。哇，美味しそう。让我们广岛出身的文当来评分一下。やっぱね、広島のお好み焼き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。広島のお好み焼きはそばとかうどんとか入ってるんだけど、こっちはもう全部がふわふわ。でもやっぱ美味しいね。我也吃他们的大阪烧，跟文章说的一样，他整个大阪烧吃起来都非常非常软嫩，然后肉吃起来很脆，好脆。而且他们这家酱汁给的够，所以就不用一直加一加。我们加点的炒面来了，美味しそう。こちらの便利商が上に乗せたら大丈夫ですか？なしで大丈夫。なしで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、はい、どうぞ。踊ってるね。在跳舞。闻到哇，蛋汁。目玉焼きあった方が美味しい。它的炒面呢，可以选两种酱料，一种是盐味，一种是炒面酱。那我们选的是炒面酱，然后我们有另外加一个荷包蛋，多加150日元。它的炒面呢，一定要炒面搭配蛋，再搭配蔬菜一些蔬。面吃起来呢是足足硬的感觉，很好吃，然后弹力很够，就不是我想要做那种很细很软的炒面。我觉得这可以点。美味しかったね。好好吃。私焼きそば一番好き。なんか焼きそば美味しかったな。食べるならシーフードが美味しいね。对，我们是早上11点要来的，所以还没有排很长。现在吃完12点多出来，人超多的。我们当然拍道顿崛的街景，他说他想要留下道顿崛的回忆。我们现在来到大阪城。どうしてまた大阪城来たの？前回鳥の糞をもらったので。今回も鳥の糞をもらいに来ようと思いました。何？之前文章来的时候呢，有一只鸟大便在文章的头上，所以我们这次来洗刷这个回忆。我们现在在大阪城附近，然后他们好像有个观光的小接驳车，一个人是300日元，然后还要带我们去车站，我们就不用这么热，还要提这么重的行李走路，超开心的。哇，那个人めっちゃ涼しいな。而且下面那个司机超幽默的。ルーちゃんのことベッティンさんって言ってくれましたよ。ベッティンは可愛い、綺麗とかの。我でもいい思い出になったね。ね。大阪城行きます。大阪城いいですか？我现在要去坐新干线，之前文章想说来买一个车站便当来吃。カニ食べたいな、カニ。他最后选的是这个，因为想说分量也不会太多，我们中午真的吃太饱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坐新干线要回东京了。東京へ戻ります。这一次大阪真的玩超开心的，又有鲁夫来，然后又吃到大阪烧，又吃到章鱼烧。ユニバーサル最後のゾンビ。他那个万圣节啊，不是所有鬼会一直游行，是在每个地区都会有不同主题的鬼，所以还蛮有趣的。如果大家之后万圣节有去的话，每个主题都可以逛一下。真是久违的大阪，超级开心的。やっぱね、ユニバーサルだけでも価値は全然あるよね。やっぱりね、お好み焼きとたこ焼きはやっぱり東京と違うから。そこはね、違いを楽しむのも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。私個人的には広島の方が好きです。まあ私もなんですけど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吃人家炒面真的超好吃的，推荐推荐。那么文章回去的新干线买了一瓶茶。那因为现在时间下午4点半，他肚子还没有饿，6点多来吃。でも先にみんなに見せようかな。こんな感じ。哇！我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爸。これ見るだけで美味しそう。じゃあこれを食べます。那谢谢大家也看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